超级满月一年大概出现个30到40次左右，而在一个超级满月里面，最大的那一次才是超级最大满月，所以最大满月一年只有一次。这也就为什么呢？我们每年都会有最大满月，一年12个月嘛，总有一个月是特别大一点。那事实上我们也不会说是最大满月，我们强调是近点朔望月。近点朔望，就你的近点月跟朔望月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会才是一个每年最大满月出现时间。那我们不使用超级满月，因为超级会让人产生幻想，对，不科学的东西，好像很厉害耶。对，好像很厉害。但事实上呢，每次超级满月我们都平安度过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灾难发生，所以不怎么超级。对。跟我们一般的时候看到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刚好过来玩，然后刚好就看到这么大颗月亮。因为我看下面大家在看，我就来这边拍照看了。